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常见的切分节奏。咱们来看第一种小切分节奏型，前后一个16分音符和中间一个8分音符组合在一起的。我们来一起打下它的拍子，大大大大大大。我们来一起唱一下谱子，嗦啦嗦，嗦啦嗦，读一下下面的汉字，二大音，二大音。然后第二种大切分的节奏型，前后一个八分音符和中间一个四分音符，大大大大大大，嗦啦嗦，嗦啦嗦，二大耶，二大耶。第三种节奏型，前后两个16分音符和中间一个4分音符组合在一起的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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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嗦啦嗦，嗦啦嗦啦嗦，嗦啦，我的二大爷，我的二大爷。第四种大切分，前面两个16分音符和中间一个四分音符和后面一个八分音符组合在一起的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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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嗦啦嗦啦，我儿大爷，我儿大爷。第五种大切分，前面一个八分音符和中间一个四分音符加后面两个16分音符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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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嗦啦嗦啦，我儿大爷，我儿大爷。学习谱子的时候，先将节奏读准确，再按读节奏的方法去唱谱或者吹笛子。